要是我开始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没关系，就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，没有。小海，干嘛？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帮我。我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我怎么听不到了？我都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绝对听不到。耳朵坏掉。听不到就算了，没事了。不是啊，我。廖叔，警察看路啦！来谁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反射动作，他就掉进田里面了、啊，我就不是故意的嘛。反射动作是不是？对啊。反射动作，林总嘛，打电话。反射动作，反射动作，反射。我不是故意的、啊。哎呦哎呦，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你好你听我说，我刚刚。你养你。好了没事，没事，没看得起。小欧，小欧。我女儿呢？在楼上洗澡啊。请问你来干嘛呀？我女儿有事情，我来干什么？我来看她啦，我。夏哥哥，拍摄啦，我们家小海哦，不知道吃错什么药，才会把夏欧推到田里面。啊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生气气好不好？我女儿现在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很好，还好，很好。我跟你讲，不然你们就赔不起。夏叔叔，你听我说。夏哥哥啊，我儿子哦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啦，他是看到夏欧差一点要被车撞，所以哦，就算是推了他一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反射动作，所以哦，现在才会摔到田里面去。其实这样说起来哦，我儿子应该是他的救命恩人啊。你怎么来啦？站住！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临时跟你借浴室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李家在就在这个附近。嘿，不然哦，他刚刚全身都是泥嘞，洗一洗，还好了哈。小李的衣服我洗完再送回来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先赶回去看诊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小心哦哈。来，再见。谢谢。